那刚刚买的那个，那个西洋梨，就是亚洲的梨子，哦，什么冰糖炖雪梨是这种梨。它这个也叫 pear 吗？这个也叫 pear。对啊，可是我们就叫 Asian pear。嗯，对，那就是 pear 的话，它的品种。嗯。